晚上好 ，Hello， 冠杰安，玉人，晚上好。晚上好呀，晚安晚安。Hello， 洛克，伯承回回艾拉。晚安，晚上好。Hello， 朱新当。Hello。晚上好呀。小琪说做梦梦到，梦什么？他说梦什么？Hello， 北极星，福福猫，今年冬天就靠这顶帽，因为这顶帽子比较好搭配。啊，连不上网路，还是没换？哎，对，忘记了，你们快下播的时候提醒我，我忘记，我又忘记了，每次都爱忘记。哎，这连不上网，来搞定一下它。不行，搞不定，连手机的网络。谢谢恰盖送薰衣四叶草，谢谢恰盖送行李箱。好了，只能连手机了。我说电脑的话。我真的会忘记，好，没关系，就是尽量，好吧，尽量记得。看一下哦，看一直很爱这，很爱这顶帽子吗？也还好，反正。简单来说，能配的帽子就是好帽子，能配的帽子就是好帽子。嗯，没办法，搞不好。Hello， 笑笑思源草莓酱，原来没特别爱吗？没特别爱吗？之前不是有戴帽子，反正只要能配的帽子就是好帽子啊。对于帽子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，反正只要能戴就好。反正我买的都是我喜欢的，只要能配就好，配起来好看就好了。没什么特别的感情。最低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帽子都不能吃。对啊。Hello， 水獭。看大人，先不要看大人们，拜托。我真的长得非常的丑。我真的长太丑了，怎么办？总戴帽子是如何时尚等级？对啊，所以我很喜欢帽子，但是我会买的帽子里面就没有等级之分了，我都很喜欢。啊，你们去看啦，只是很胖而已，太胖了。但只要胖2公斤就看得出来，好可怕。我要继续减肥，我要减肥。还好吧，没有，就是我现在就是跟那个去年跨年差不多的状况，就是胖到我想去撞墙这样子。
我们的战术还不错，但是没有实施。对，没有实施。Hello， 罗纳度，你现在水塔上的水瓶宝宝了。天冷想吃没问题，天冷想吃没问题，但很胖。他就是跟去年是一样的状况，就是看完跨年的人，然后就是后悔到想要去撞墙的概念。我现在就是想要去撞墙的概念，因为太胖了。机智的校园生活，哦，我知道，但我没看，我知道这一部，但是没有看。就是我刚在回来的路上。还有看到那个在播，就是又刚坐车回来，然后就有看到那个计程车的那个又在播。那个声音又很熟，谢谢。对，希望。谢谢博成送的小玉儿刷起来。Hello 巨婴，八点电视在播。没关系，我刚刚有在计程车上面看到预告，这样。计程车没有，但只是预告，就是他在播的只是预告，就是开着这样子。谢谢博成送的金色音符。不要抓什么？我把这吸起来。谢谢吉米周送的 Pop Cat。Hello Boss， 晚安。Hello 琪琪。谢谢玉安送的枫叶。又在一边处理事情了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下次要记得换头贴，希望我等一下下播会记得换，不然就算了，我真的会忘记换，怎么办？谢谢物语的分享，谢谢公送的 podcast。刚看我很忙呀，没有啊，这张超久了，但是下一张很丑哎、欸。等六单再换，那要等一年啊，一年换一次啊。公司找的话，期末报告赶工作没有啊？什么？我看起来很忙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在忙啊。现在当有点没看过玉云丑过，这真的很丑。晚餐呢？我晚餐吃完了。谢谢吴宇送的 Pop Cat， 现在太晚了，不能吃晚餐。这都过完就轻松了，好像也没有轻松到哪里去，好像也没有轻松到哪里去。那该拿甜点出来吃，没有要吃，我在减肥。谢谢红宇送的红玫瑰，晚上的话，如果我晚上开播，应该是看不到我吃东西。不吃了，又减肥。对啊，我都已经胖成那样了，我都胖到我真的想去撞墙的。过年减什么肥？太胖了，不行。不是有甜点减肥，甜点减肥法就是，六点之后不吃东西啊，那就是甜点减肥法，就是。一样啊，就是186，对，就是186的意思。其实也不知道什么甜点减肥法，就是我一天就吃一个甜点，然后因为我闲食不怎么吃，所以一定会瘦。又要过年，过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差，因为过年跟我不吃年菜的，年菜不好吃。撞墙可以不要乱撞，哎，搞不好撞墙比乱撞手机保护贴还要。还要不痛，
发现会吗？大家都吃，我们家都吃火锅。对啊，可是我们家的火锅都是有那个奇怪的料的、啊，就不喜欢，就没有很喜欢。那你买年菜了吗？哇！对啊，你不是说有啊？嗯，有的地跟的地，然后这里我就分两，有两个地方。嗯，奇怪的料是什么？就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我不吃的。就是汤里面那个，那到底是什么？就是柴鱼啊。柴鱼。哦，你说去买的那家汤底啊？那个就不行。有名就是它的柴鱼。那个整个就大扣分。那个有名啊，那真的不行。然后火锅料我不喜欢，加工食品。对啊。柴鱼可是有柴鱼味啊，就那个整个锅整个汤就有柴鱼味就不行，扣分扣分都不行啊。哎，我今天去那个去捐血。我为什么不能捐血？你觉得呢？可是他说睡眠充足就好了，蛮充足的、啊。对啊，就是睡眠。我现在超累的。可是睡眠就充足。为了我的学分呢、啊。哦，还有这样哦。对啊。在学校捐啊。他说捐血可以加分呢、啊。啊，我就真的就不会，我就考完嘛。我今天不是考应用统计学。没有啊，我去外面捐。那、啊、外面捐他怎么知道加分？学校哪一科？给老师看就好了，帮我拿手机、哦。你说哦，有那个证明给老师看一下。对啊。哦，怎么那么好笑？为营养包一包哦，这次好像送什么送罐头哦。以前是送什么？有送过饼干吧？哦，我们这次拿我拿了罐头。对，有证明。应用统计学啊，我刚讲了，送饼干跟什么罐头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哎、欸，我完全就毫无关心，我就是捐完之后很开心的拍了照给老师。那不是大家都去捐？对，蛮多人捐的。统计学你们都念到很痛。对啊，就大家都去捐。老师也是蛮好的，那有人，那有人不能捐的就很可怜。你的罐头呢？没有，不能捐的就拍照，就说去了问了、哦、但不能捐这样子，然后再加一分，但捐了加两分。捐血罐头是什么？那是什么罐头？瓜子肉。哦，瓜子还不错啊。哎，还蛮特别的，有还有这种罐头，光啊，现在还有牌子的。是，你看照片。捐血。好可爱。瓜仔肉，还不错哎，瓜仔肉蒸蛋。哦、那还不错啊。请问这一代是？我不是说我要买外套。哦，没听到。没听到，我没有今天讲啊，我是前几天说的、啊。我说我要去买外套。易云大概不爱章鱼烧，哎，我超爱章鱼烧，章鱼烧一定要加上满满的柴鱼片。对呀、啊，柴鱼烧我柴鱼烧的柴鱼片就可以。章鱼烧的柴鱼片就可以，但是不喜欢美乃滋。但是，哈？你不没有加美乃滋？不喜欢、啊，对啊，我不加美乃滋。但是柴鱼烧只要柴鱼片只要进去火锅就不行了。捐几 CC 250，我只能捐250。我是不能捐血，有人不能捐血。有啊，体重过低啊，还是什么？哦，那天啊，可能就是他说你，对啊，你是因为后来睡够，你不考考试，下午才考试，对啊，然后上你就惨，对啊，那小阿姨说他考
体重是多少啊？哎，我以前年轻是不能捐，四十以下不行啊？那我也要瘦到不能捐。我以前才43、43.5公斤，四五以下。对吧？我也记得四五以下。哦。捐多瘦？啊？嗯，那我也要。那我也要。等我成功之后再说。结果成功的标准是不能捐血的体重，笑死！妈妈是在炫耀以前很瘦不能捐，还讲两遍，然后看你。然后结果我都没有接你的话，对，很烦人，所以我讲第二遍，还好大家听到。我都没有接你的话，因为我长得高啊，长得高体重当然会过45啊，是看身高的吗？是这样子看的吗？不然，那如果那个你说你150斤，然后体重当然不会过45啊。我以前159.5哎。所以那可以捐不是吗？还是不能捐吗？我的我的重点没有在你到底几公斤好不好？你说比例。对啊。没有，人家就用公斤啊。哦，是哦。没听过用身高在算比例什么，然后不能捐，就讲直接讲公斤。所以矮的人就不能捐血是吗？矮哦，如果太瘦小。对啊，矮的人，你看你150公分，你已经你45公斤，怎么可能？那是对啊。如果150公分，那就不能捐血是不是？哦，这我就。我现在没有在讨论你到底是瘦还是胖，我现在真的在研究那个问题，好不好？你不要一直在那边，我听出来了。先阳刚上金色音符比例，这500听起来比较厉害哦。500我体重没到。哦，有分析。500有啊，有250跟500、啊。哦，是哦，而且我就不。500好像要60公斤还是多少，哦，所以我只能捐250。对啊。妈妈一直在试图，对啊，一直想转过去。身高，我不知道哎，这样算吗？560，对啊，对，但就是没有，不会跟你们说很痛哎，捐血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很痛哎，但是大家都说不会痛，但我超痛的，为什么？对，大家都说不会痛，但我超痛。然后我就跟他说很痛，然后他还一脸惊讶的看着我说会痛吗？我说很痛，因为我很淡定跟他说很痛。我说哦，有点痛哦。他说会痛吗？蛮痛的。我也觉得那个人打的技术是不太好，对啊，因为他一直在帮我瞧，欸，就插进去，然后他一直在瞧那个针，然后就说很痛。别人的技术比较好。我说很痛，他说哦，嗯，等一下，然后那就一直瞧。可以想象我的脸，就是淡定的说很痛，是贫血啊，贫血，对对对，贫血不能捐。你修护士吗？我没有修护士啊，他就说这样子，没有，他就在那边抢，然后我就因为痛嘛，所以抽了，就是收回一下，然后说没事嘛，我说有点痛，就是然后有点痛这样，然后他就说台湾的毕业证很好拿吗？然后实习护士没有他。年纪看起来年纪是算大的哦，就是看起来蛮资深的啊，孔班啦，就看起来其实蛮资深的，然后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对，应该很，我也觉得看起来很有经验呢，啊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很痛。
搞坏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还要不失礼貌的说谢谢，对，我就是也是没有生气，说有点痛，然后他说那你再忍耐一下，什么什么，然后好。捐血真是大支针，当然痛，可是他我说很痛，然后他一脸惊讶的看着我，想说怎么会痛的那种惊讶。签的视频啊，不要怕，没有怕。哦，刚那个毕业证书，你还是要看学校的，还是要看学校的，不是每一间都很好拿。先把我的，还要打麻醉吗？是在怕什么？我不知道是在怕，可能 Hello 叶白，是怎样？等一下。谢赠送的红玫瑰，捐血送甜点，不会不会，太痛了，我真的用完真的太痛了，抽血时都不敢看自己的手，我就一直看自己的手，因为我就是会一直，我不知道，反正也不知道看哪，我就一直看自己的手，然后就这样呆呆看他到底要抽多久，因为很久哎、欸，抽超久的，我觉得。打完疫苗，好滴好滴，赶快去休息。现在剑骨上的枫叶现在还在痛，现在还在痛啊，超痛的，很痛。跟你说，我现在真的还在痛，所以不正就是不合理啊。我不知道，还很痛哎、欸，也痛，对不对？痛超久的，而且我的，因为我不是说我的血很。很久才会凝固嘛，所以我大概压了一个小时，我的血才没有流出来。这唯一上扬的痛感，真的很痛，因为在关节吧，一直走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超痛的啦！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也没有抽过血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无从比较。一或两小时就好，我不知道，我已经打完抽完三个小时了，还在痛。谢谢28岁且有力的男人说能看好你哦，有比用膝盖撞击保护铁桶，膝盖撞击保护铁桶，让我思考一下。没有，但是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这点是挺痛的，技术好不好还是很的。哦哟，是去抽血，对，那看来是不太好。哎、欸，真的很痛，说真的，头会晕吗？头晕是还好，因为我的头晕不是贫血造成的，所以就都还好。但就是我现在就是比起头晕，我头比较痛。真的，比起头晕手比较痛。但听说是不是就会有顺便有那个报告？他抽血的报告会有什么啊？
可能是糖分不充，对，来吃甜的。不行啊，我现在有啦，我吃完有补充，就是我抽完血当然还是要去吃东西，因为他说一定要吃晚餐，然后我就去吃了晚餐这样子。对，没有去捐血。那老小霞，对，就是，所以我就是他说一定要吃晚餐，然后我就去吃了晚餐。我去吃了那个东区那边有一家什么妈妈那个马来西亚餐厅，就是也是蛮有名的，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在东区那边也是蛮有名的。谢谢黑杰克送的红玫瑰，噔噔，这个那个镜子前面，推荐吗？我吃他们肉骨茶，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因为之前吃那个其他家的肉，就是也是有名的新加坡来的肉骨茶，然后很咸，但是我那一家我觉得还好，就是不会太咸。牙齿没有五斤。妈妈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至少不会太咸。不然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排骨猪肚，它就是Yabby Kitchen 吧，就是在威风南山的二楼还是三楼那家的那个也蛮好吃的。如果要说，但我忘记那是不是肉骨茶嘞，但是我查，我帮你们查 ，Yabby Kitchen 那家蛮好吃的。找一下哦。Oh my, oh my god！ 找一下。谢谢白送红玫瑰。Hello Killer。威风男神，谢谢家人送的金色音符。你说哪一家？你说东区那家吗？但是跟你们说，我要推荐，就是鸭比的饭超好吃的，我好喜欢他们的饭，姜黄饭嘛，超好吃啊！肉骨茶猪肚煲汤。肉骨茶猪肚煲汤，然后胡椒味重，然后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但是就是偏贵，因为它的分量就猪肚比较少，就当然比起东区什么就威风南山还是比较贵嘛，但就是分量比较少，但很好吃，还行，就还不错。大概就是这样子，今天吃的肉骨茶好吃，但其他还没有，我可能下次会想吃看他的海南鸡，但是如果说姜黄饭的话，我觉得 Yabby Kitchen 蛮好。会自己煮吗？如果有食谱的话，我会自己煮。这首也很新的，但我不常听啊，这首我不常听，就是没有特别会听。我最近一直吃的就是簸箕吧，我今天差点要去吃簸箕了，但是因为我上礼拜才刚吃完草莓千层，对，因为我忘了换。
吃猪排。对啊，我不吃猪排。前几天吃藏寿司，前几天吃藏寿司吗？我们前几天吃的是蛤蟆吧？藏寿司，还是哦？你说小晴换到纽带那一天吗？那一天吃，我想一下。嗯，赚好多钱啊！藏寿司哦，我吃白生鱼天妇罗，我没有拍照，因为我那天没吃什么。然后思雅就一直说：“你吃那个，你吃那个，你吃那个。”我不要吃那个，我吃一下，你都没有吃，我不要吃那个，我不敢吃那个。我想一下，我吃什么？白生鱼天妇罗，然后。哎，我真的没什么吃，我想一下。什么什么鱼鳍鱼鞭，忘记了。我查藏寿司菜单，来我来。Okay, 所以说，因为我每次去都是一样，我最喜欢的是蛤蟆寿司，蛤蟆，对，就我吃的东西比较多。来找。想找那个声音。吱吱吱吱。都不会特别急，对啊，因为就没什么欲望。我看一下啊，我吃了，蝶鱼原册，然后白生鱼天妇罗嘛，然后还有什么啊？我真的不记得哎，看一下啊。好像就没了，是不是？怎么可能那么少啊？也是有可能。我看一下，应该还有一个，我应该会吃到两盘。我找一下，烧制鲑鱼肚，那就这样，应该就这样。可能还有一个花枝吧，我忘记了，可能还有一个花枝，大概就长这样。不少吧，听起来正常发挥。很少吧，他们每次都说都不会带我去吃寿司，因为就是战斗力真的太低了。我这样吃几盘，三盘，但是因为我不敢吃饭，所以但我很想吃。哎，比目鱼寿司好吃，所以就三盘，就当大家都一碟的时候，我就那三盘这样子，别人拿这样子。我说有啊，我今天吃比较多，我今天吃三盘。哎，蛤蟆才是让我吃很多的，蛤蟆我可以吃到四盘。但却凑不到盘数，对，真的凑不到。我正常的话，藏寿司我会吃到两盘，如果多一点的话，就如果要帮他凑盘数的话，会吃到三盘。但是蛤蟆的话，我平常没有凑盘数，我可以吃到四盘。为什么可以多吃？因为蛤蟆有那个啊，有鲷鱼，然后有青肝吗？就是白生鱼，我喜欢吃白生鱼，比较好，比较多。三盘是不含饭，对啊，不含饭啊。印象中以为，真的大家都以为我食量很大，但我食量真的很小，真的很小。
Hello 大家好。对，因为哈马就是哈马真的我很喜欢，就是白圣女的部分。但是跟你们说，我原本都是清肝，然后那时候就犹豫很久，因为还是饿的，然后就犹豫很久，然后就说啊，那吃一下鲷鱼好。结果一吃超好吃的，推荐哈马的鲷鱼超好吃。如果是回转甜点店的，我觉得我也吃不多，因为我的甜点其实为什么我要买回家放，是因为我都吃一口就拿进去冷冻，再吃一口再拿进去冷冻，所以可以吃很久，爱吃但是吃不多。会给人一种你很常吃美食的印象，可是好吃要分享啊，好吃的话还是要分享。只是我通常分享完，就是要么就是分掉，要么就是我冰回去这样。真的，我每次对就是，大概就这样。而且我最近又要开始减肥了，所以就不能再吃那么多。我昨天不小心，因为我昨天在读期末考，然后就太饿，读到很饿，读到读书真的会读很饿，对，可是不小心吃了一点东西，只是一口都没吃这样。对，大家不要学，这是一个坏习惯，但我会自己把它处理掉，就是对，先我吃我的东西这样。哈马真的很好吃，哈马是我的爱。虽然他的饭哦前几但是饭松松的，就他的寿司的饭是松松的，就很容易散掉这样子。但是上面的鱼很好吃，喜欢白身鱼了。只是一个，还有什么法？哎，那我这样很适合去吃什么法？吃什么法式餐厅？什么？上次看都觉得很瘦了，特别是看侧面的时候，没有，就是我一胖就会胖在就是必须要很瘦脸才会瘦。之后找小晴帮你处理吃水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没有，跟你们说，小晴很喜欢吃一个，小晴在吃哈马的时候很喜欢吃一个乳酪鲑鱼，乳酪烧就是烧制鲑鱼还是什么的，对，然后我就很好奇，因为他每次去都吃那个，然后我就很好奇到底是。多好吃，小卡是不是？对，反正我就很好奇到底是多好吃。然后我就是上次就去点了，然后点了之后我真的没办法吃下去，所以就又还回去给刘小琪了。那我真的吃不了，脸一直都肉肉，没有，哎，我胖了，就是脸胖的话很明显。对，反正就是乳酪鲑，对，乳酪鲑鱼。然后就很好奇他为什么每次来都要点那个，然后我就好奇，然后就吃了，然后就是发现我没办法吃，然后就还回去了。原来小晴能吃，小晴也没有很能吃，就是。不挑食，他不挑食，但没有说吃很多，反正就是不挑食。可以爱心脸颊，瘦一点也可以爱心脸颊。对，小青不挑食，是个好失败，没错。尤其是，对，遇到我这种，他说你可以吃一口看看啊，如果
喜欢再点，不喜欢就没关系这样子，不要先试一下。那四单卧石算是脸圆还是瘦？四单卧手那时候是瘦的，那时候是我最瘦的时候。四单那时候是我四单握手会的时候是我最瘦的时候。刚刚卡了。四单是人生巅峰，这是最瘦的时候。那时候我找一下那时候的照片，那时候我是，你就光听我四单握手会那一天的行程，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很瘦了。就是那时候行程就是赶赶赶，一直在赶赶场。对，我来找我找，你们一看就知道了。四单什么时候啊？找一下啊，我直接这样打哈欠都不洗得假，太自然了，天啊！我来找一下。找不到，没有，我觉得我快找到了，等我一下哦，我觉得我快了，是这里吗？没有，应该在下面。哎呀，应该在这附近哦，但是在哪里？读期末考，好像读到四点了，三四点，快了快了，对，快了，有 feel 了，大概这边上下，这附近，四单握手会到底什么时候？都一直忙着到处奔波，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我说我那天的行程很忙。有接握手会吗？去年三月。等一下，我搞错了，我直接忘记四单握手会什么时候。但是三单握手会的时候我很瘦，但是三单握手会的时候很瘦。那我来看2020三月是不是？三月十三，是2021三月十三，2020，对，那我搞错了，等一下哦，啊，这是什么时候？2020，太多了，等一下，哦，有了，2021年了。三单握手会是前年，对，三单的时候超瘦的。我找一下握手会，三月，这是2月26，快了，三月到了，我穿什么？四单握手会，啊。有了，是胖还是瘦啊？那时候是胖还是瘦？什么？这个吗？长这样，
欸，我忘记了，三月好像是瘦的哦，我再看一下，是瘦的，那时候也是瘦的，我从那时候是瘦的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是四单，对啊，四单，刚不是问四单握手会吗？刚是问四单吧？这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，因为那时候第一次合照会的时候我超胖，就是如果有那时候第一次合照会，如果有来两次合照会的话，大家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照片，有差。如果大家有来看两次合照会的话，有差，就第一次跟第二次差了，我想看差了五公斤哦，差不多五公斤。记得那时见到生人觉得很精致，我努力，二月握手会也要，对，也要瘦下来。去翻出来这个，你们去看，真的真的，我也想看对比图，给我看一下，很好奇。那我遇到的是胖一，第一次是胖的，对，第一次很胖。我去是刚刚那张，刚刚那张是瘦的。没参与到的啊，还没入坑没关系，大家就是没事，你们接下来的我会是瘦的，好不好？对，过年后哦，可是我对过年的东西就是没有兴趣，所以应该可以。四单拍比较多的哦，那不错啊，四单比较瘦，心态不行没关系，之后都会是瘦的，好不好？我那时候很瘦，四单的时候是瘦的。我忘记谁然后跟我说，哎，这个手机不是我的，这个黑花的手机壳是李梦纯的。我说，哎，你手机借我拍照，然后我的手机给他，然后他的手机给我，然后在那边拍照。三单的照片包一只鸡腿，哎，四单也有一只鸡腿啊。所以四单的时候是瘦的，拿他手机，因为我要用我的手机拍照，然后想说欸，那你手机借我，然后就拿去拍照了。甩鸡腿没错，但那时候对四单的时候，三单四单和这握手会都是瘦的。希望这次演的是什么？欸，我那时候真的很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到底怎么减的我也不知道。但是你看，就真的很瘦欸，为何啊？我那时候真的很瘦欸。我跟你说，每次胖的时候，但是我吃这个，吃冷面，啊，感觉很好吃。不愧是母女，握手会要穿，想好握手会要穿什么吗？我在思考，在思考，一个已经想好，但是另一个还没有想到。大家有什么建议吗？就是，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好，贝利美是谁？那一阵子 IG 的图片真的好像真的，对对对，那时候真的都很瘦，就是中间那一段时间好瘦。那时候真的，我看一下，我照一下有没有，但是一直在吃啊，给你们看，噔噔，好好吃的感觉。好瘦，期待握手，希望不要，
希望不要有影响，希望疫情不要有影响。结果疫情来了就变胖了。牡丹制服的不要，牡丹制服你们平常都看过了，为什么会想要牡丹制服呢？对吧？牡丹制服那么常看到，是吧？牡丹制服这可能就是有点阴影，自从我看完上一集的综艺大热门之后，我就觉得好胖好丑。平寒话是就是太瘦了这样子，对。但是对，结果就遇到疫情就变胖了。没看过现场。黑暗万圣节怎么办？黑暗万圣没有那个太费功夫，因为好像太大件，然后就别了很多别针，就是在就是平面拍平面还好，但是如果穿出来的话会有点麻烦。天使尾巴那套，天使尾巴那套 ，Only Today 那套吗 ？Only Today 那套也是 ，Only Today 那套。Only Today， 也是常常看到的，对吧？你们都很喜欢看那个常常看到的衣服，是不是？网球甜心啊，不行要瘦啊，那我前提是我要瘦下来，这样。但是网球甜心我还可以生出一件名网球甜心，就是没有衣服，而且我能看吗？我没办法想象，弄看之后才知道衣服上面竟然能有那么多，这是别一排啊，这是别一排，制服都很好看，我的师傅。我最近真的是有点最近都懒得打扮，这样就你看像今天就也是很随便，我现在就自从开学之后然后每天都穿得很随便，我真的每天都穿得很随便，对。好，没事，我思考一下，不太想穿敞开，欸，真的欸，真的不太想穿敞开，跟你说每天都在看那些制服的。你看，你们不会觉得，想要有点新鲜感？接下来就是什么活动成绩？算了，我不要看好了，不敢看。那时候那个必修课活动成绩出来，所以不敢看，先不要看。复古那套打扮好，出去就是要起码编个三篇文。对，就是难得有打扮，真的难得有打扮。好了，我先看一下好了，好奇。我看一下我必修课程的成绩，希望好一点。39公格不是，是哪吧？成绩吗？就成绩。什么样的风格跟意淫最冲突？什么样的风格跟意淫最冲突？应该也是蛮多的吧？欸，没有欸，他只是还没有出来，成绩还没出来。但成绩还没，他只是先 key 上去有这个项目，然后成绩还没出来，吓死我了！他以为已经出来了，先不要。我明天还有两科要考。谢谢朱信当送的戳戳泥，明天要考服饰类相关的，就是全英文的那种。我又要去苦战了，老师假动作对。哎，两个明天都是全英文呢，哦，这是照片里的衣服哦。你说什么意思？在讨论握手会，握手会怎么讲？握手会怎么讲？握手会。
我来。阿库修凯，阿库修凯，哎，那我刚刚想的是对的耶，但不敢乱讲，我怕我讲出来坏掉。借他年轻的衣服，他年轻的衣服好像都收起来了，对，因为那时候放在旧家，然后就都收起来了。他年轻的衣服我也很少把它挖出来，因为都很贵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收起来，而且他年轻衣服太小件，我真的真的他你们刚刚都有听到他在那边炫耀，对，他以前真的很瘦，就是159然后43公斤，然后就是很小一只。然后就是我最瘦的时候还穿得下，但是现在我不知道，就可能还要再减肥我才能穿得下。妈妈衣服，跟你说，妈妈的裙子比我还短，真的，她每一件裙子都比我短超多的，我还真的不敢穿她的衣服，她年轻的衣服我真的不敢穿。她的衣服是就是以前的辣妹啊。药材对啊，妈妈衣服都很贵，也不是皮花，是素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贵，就是，对他以前就都蛮贵的，但我是看不出，就是材质好吧，材质好，但笑声好，他是老了之后才变这样，老了之后变大嘛。辣吗？嗯，辣吗？那年就挑资料不错，对啊，以前的辣妹跟现在的辣妹有什么差别？以前辣妹就是上衣很紧，就是那种你知道吗？贴身有那个腰线的那种紧的很紧的，然后配上很窄的窄裙。很短短窄裙这样子，我妈妈以前常这样穿，就是贴身的上衣，然后配很窄很短的窄裙，就是以前他们那个年代的辣妹都这样穿。我看有没有照片，就是而且她以前喜欢，反正就是很多靴子，她以前超多靴子。星空制服没有没有。No， 星空制服是蓬蓬裙，但是它是窄裙，就是很窄那种窄裙。我找一下，我没有照片。下一节课送告白气球，找一下，应该会有。妈妈小时候，哇、哦，她以前好瘦、哦。他一直看我，那你真的很瘦。既然妈妈不在，你们应该看过。小时候，哦，人太小了。直接出卖妈妈，好可爱啊！欸，可是妈妈，我必须要说，妈妈跟就是长一模一样，不觉得吗？我不。你们如果有在什么公园现场看过我妈的话，长一模一样，她跟她现在长一模一样，连脸的大小我觉得也差不多，这讲着就圆圆的这样，好可爱哦、喔。没有，我妈的脸还好哎、欸，而且她那个酒窝从。几岁？在长约一两岁、两三岁，酒窝那时候就在了，他在好久，在四十几年了。对啊，妈妈的辣妹时期，妈妈辣妹时期，很好笑。那你要看我的吗？所以说他的那个脸颊还好，是我的脸颊比较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的脸颊肉。是垂下来的，
就是这样。再给你看大一点的，你说长大了就没有脸颊肉吗？不，还是有。哦哟，就有爱心脸颊。对，我脸颊肉真的是。那多送一个，我弟。但他现在长，那我弟小时候跟我小时候长一模一样，是会认错的那种。我弟就曾经指着我的照片，因为我舅家有摆我以前的照片放在墙壁上，然后他说那是我吗？说没有，那是我。他说你要上面那个穿那个小仙女的衣服，你说那是你吗？长一模一样，真的长一模一样。弟弟有来看过没有？哎、欸，他没有去看过，他应该不会想看吧？就是他做不小男，也不是小男生，就男生嘛，都在打电动，不想去看。有他，嗨，哦，都都，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住在出场口，根本整场都在看牌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然后现在，我弟是小帅哥，有啦，他现在有变瘦，他现在就是。比我高了，他应该快170了，然后好像53哦，54，就蛮瘦的，他蛮瘦的，就抽高，然后体重没有变，就抽高，然后就变瘦了。现在我也想说抽高，然后体重没有变，就变瘦了。好羡慕，我要找我妈妈辣妹的时候，等我一下。去年提到弟弟还 diss， 对啊，欸，很快，他去年就真的很胖啊，结果他今年就突然就变很高，然后又体重没变，然后就变瘦了，真好，就是成长期的小孩子，羡慕羡慕，成长期是真的长很快，我来找一下照片。等我一下哦。我怕离开太久，但不见了。谢谢黑杰克送的小雨儿。我看一下，我来找找。我现在直接站起来找。这是我家的储藏室。但好像没有，都是书，全部都是书，什么《伤寒论》，《伤寒论》，传统医学，天啊，这是古董吧？2001年《伤传统医学杂志》，哇，我们家好酷哦，我们家怎么有？哎，我第一次看到，第一次认真看这里到底有什么书，我看一下哦，《台湾植物药材志》。第二期，哇，欸，这感觉都是就是2000年以前的书，欸，那么久。
伤寒杂病论，就是好像很不爽，因为我都没看，我都真的都没看过。对，对，爸爸的藏书满满的，这边都是书哎，好酷哦！哦，这边都是卫生纸，卫生纸的部分。这个嘞，啊，这边下面都是我的鞋，不好意思，好差不多。但是哎，但我没有找到我的相本，相本到底去哪了？这边看，没有哎。林家有人在研究中医药学，很多，90%空间是没有。我跟你说，都是书，因为我爸的书真的很多很多。然后就真的太多了，我觉得。我还给你们看，啊，这是我弟的课本，这是什么生产流程？哎，这我的讲义耶，这什么啊？织物，说织物，好都是又是织物，好，不要 ，no， 羊毛，这是我的书。然后我看一下有什么，电视好大，电视我们家好像就选大的吧，但是很少看，没什么在看电视了。现在但好像真的没有，都不见了。就是相簿相本不知道说去哪，哎，还是在上面，上面 Hello， 好像没有耶，就不见了，就这样子不见了吗？看一下，哎，我骨头开开开，真的没有。嗯，在这边看看，我们家，就是说我们家的其实是蛮多柜子的，因为。我的圣诞梯耶，今年的圣诞梯突然开到，哎，真的没有耶，真的不见了，应该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能聊，就是很多。那不然来看有什么书好了，我们家的藏书啊，但都是卫生纸。我看一下中医内科疾病症候与治疗，我来找有没有不是中医的，应该有，我记得有西医的，但可能都在这些卫生纸堆后面。今年这么早就做好了，那是去年的，去年的圣诞梯。伤寒论心意，为什么那么多伤寒？中国宫廷医学上卷，哎，好酷啊！中国宫，哎，好多伤寒论，为什么那么多伤寒论？我们来看，哦，天啊，都是灰尘！天啊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，我看那个，我会不会被打？等一下，哇！给你们看，长这样哎，这么古老的东西吗？放回去。哇！中国宫廷医学，好可怕哦！哦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给你们看，这边就是古老的书籍们，好扯，我第一次认真看这点东西，
水药，为什么里面会藏水药？没听过。妈妈是在看那纸的年代，感觉对啊，那纸的，我想说，我这样把它抽出来会不会坏掉？哎，文字学，文字学是什么？天哪，文字学是真的是文字学，就是有画画那种文字，说文解字，而且是这种书哎，这种书哎，好扯哦。我们家这个哇，哇，好酷哦，太酷了吧！都是宝，对，都是他的书，全部都是他的书，好扯哦。药用植物分类学就是植物。啊，我的照就相本到底是收去哪？我这样子就看完一轮，还是没找到我的相本。水药是中药的一种水晶，有啊，我从小就吃水药，很多。我们家水药很多，你知道，我们家就是现在已经进化，就是我，比如说感冒，我就自己去找药罐来吃中药，就是对。我就自己去找药罐来吃的那种。被爸爸拿去收藏了，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，他不见了，他怎么不见了？自己抓药，对啊，自己抓药了啊。我就跟把我的书跟爸的书完全相反，我的书都是西洋的。对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挖一下，这边有我的书，我知道这边有我的书，所以我找到了。这是什么？美学，就是那种宫廷美学，然后服装类。中医药学，对啊，就很多，我都不一样。这打开我房间，我房间真的都是那种外文书，但外文书一般都是课本啦。然后看起来，可是虽然是课本，但摆在那边看起来就很厉害，有没有？就是假装一下，哎、欸，都是课本，但看起来都很厉害，因为都写英文。可以多跟妈妈聊，是个大宝，可是我听不懂。他之前跟我讲过，因为就是都反正都医学的东西，然后就很难。房间都是你学课，没有对待客厅，没有了。房间蛮多书的，但就是对，找到新东西，这边还有，你们看。哦，这是招财猫，不是，下面，这边都是。我刚刚指过去，哦，这是招财猫，不对。我来看有什么，汉方诊疗一点，汉方诊疗一点，然后善剂方，诸暨，这是古书哦，这是什么书啊？我不知道哎。妈妈书真的是堆满，对呀、啊，我随便拿一个，感觉就，哎，会不会挖到古籍啊？怎么就会不会挖到那种百年老书啊？我总觉得很有可能，这看起来超旧的啦，这看起来快坏嘞、欸。你们看。看起来我觉得它快坏了，你知道吗？涨价哎！天啊！
夸张哦，真的很会读书哎。等一下哦，我看到日期了，你们猜这是几年的？天哪！Oh my god！ 天啊，等一下鸡皮疙瘩！天啊，等一下哦！1980没有没有清朝那么夸张，人家这个有印刷体，这是印刷体，还没有那么夸张，还没有到清朝，这是比我妈年纪还大的耶。我看一下，民国58年12月初版，然后这应该是二版，这应该是民国60年的二版。天哪天哪天哪，等一下，这样天哪，这个书60年啊，那我几年出生的？二十九，所以我现在21岁，所以他已经50岁了，比我妈还老哎。妈妈被出卖哦，没有，我说比我妈还老啊，所以这本就是大家都可以已知，就是比这本书比我妈还老，所以一定是在那个以下，对，这样子，还不错吧？但下面看起来就比较近，就是。没有那么老，你看一下，对，看起来没有那么老了。那边都是学做的，我不知道哎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知道他是学这个，但不是，好像不是，只有他，他可能就去找古书吧。就是去找以前的书这样子，但其实每一本都长这样，每一本都长就是长那个斑呐、啊，就是那种书很老的书会有的那种斑。对，哇！然后跟你们说一件事情，我的手到现在还在痛，好痛啊！哎，我的手。啊，我的相本到底在哪？我真的不见了，我的相本。啊，会不会这样？可怜的手手。对啊，我找一下有没有，看有没有在这里。欸，没有。没有。好，放回去。也被爸的藏书吓到。对啊，はい大丈夫です。但是到底为什么不见了？我的真的不见了哎、欸！那这样比起来，我的书真的是有够没有营养的，好好笑哦。我的书在哪？在家里还会翻书，会，他会抱着一本书走来走去，然后一直在买新书，他到现在还在买新书，真的，他到现在还在买新书。然后他可能有时候会突然，就是可能不知道做事情做到一半，然后突然想到，然后就开始就找书，然后在那边翻书，然后找答案这样子。那么弟弟有书吗？弟弟有书吗？弟弟没有书，弟弟的书目前都是，哎，我不知道哎，我看一下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的那个腿有点痒。弟弟的书，我就是进去，我
不乱翻他的东西，但就看一下他有表面上看起来有什么书好了。因为我记得都是，我们家看，就是，等一下，太乱了吧？我们不看了，不去翻，不去翻它。好了，里面会卡，我知道，我看到了，所以我出来了。里面就是《三国演义》啊，就是那种。小孩子看的书啦，就还好，他没买什么新书，就大概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类，对，就还好。里面的那个网络不太好，所以就先出来。但我还是想要找我的相本，但是为什么不见了呢 ？Where's my 相本？真的没有哎，奇怪，相簿，卡封，对啊，里面网络不好，但没有相本哦，还是在这里，也没有，在房间装干扰器，笑死，没有，那以前是我的房间，然后那没有网络，真的很差。就是连不到家里 WiFi 啦，但是就还，如果是真的有认真看三国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认真看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其他东西没有，现在直接变房间之旅。但是我的相本到底去哪？在这吗？也没有的样子，不见了。去哪了呢？也没有在这，真的不见了、欸。不见了。啊，好想看哦。他想知道到底在哪里，但真的不知道在哪里，还在找。对啊，我很好奇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但是我觉得也可能，他有可能在这里。我真的蛮好奇的，但是就是希望找得到。跟你们说一件可怕的事情，玄关旁边的。柜子呢？玄关旁边的柜子呢？也是书，满满的书。这边竟然也有书，我意想不到，万万没想到，这边竟然也有书，而且这边的书就不是中医了，这边的书是。太冷了，打一下冷扇，紫微斗数，八字推命哲学，对，还有张楚集齐选旗下棋的，对。这个谁在说？我不知道，也是爸爸的书，因为我妈妈不会买书。我妈妈最近买了一本书，然后我不知道她看完没，叫做，给你们看，是有系统的分开收藏。对啊，她有分开收藏。我妈妈最近买了一本书，叫做什么呢？快乐女人不会老。对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芋泥球吗？芋泥球哎，过来凤爪吗？这是什么？突然看到桌上有吃的，
我来看看这是什么。哎呀，哦，感觉不错哦，炒饭，放回去，不能吃，我在减肥，我在减肥。对，妈妈在看《快乐女人不会老》。好的，我放弃，等下次有找到再来给你们看。这样直播最有精彩，再给你们看，因为我的手机里面很少照片，但就是再给你们看一下我阿公、我外公。找不到的时候就要找我外公，对，好看。妈妈快乐吗？我觉得她有点太快乐了，跟我一样。我觉得我个性真的就像她，但她比较暴躁，我不是暴躁，她是暴躁，爆出来那种，我比较不会爆出来。印象全身沙龙照，有全身沙龙照，但是我找不到。但他以前就长这样。是真的帅气的阿公啊，这我阿嬷在这看不到脸，但就是那是结婚。阿公的事，阿公。对，但我找不到那时候。2020年1月20日，找找看，2020年1月20日，看那时候有没有一起照一些照片。对啊，那张照片我不知道去哪了，不见了。1月25号，我找一下哦。啊，真的，没有，好像找不到。找看阿公那一张照片，不知道放去哪，可能又被我的手机自己吃掉。我手机真的会吃照片哦，跟你们说，我的手机很常吃照片，它会莫名其妙把照片吃掉，然后就不见了。所以现在我找不到阿公的照片，怎么好像什么的手机？没有，他常常就是被吃掉，然后就没有照片了。好像真的就是被吃掉了。给我看很久以前的照片，很可爱。但这张是错的，因为我们 AKB 就是下面会有 AKB48TTB， 但是我没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，所以但是后来就补给我一张有的。正确的，像刚送的枫叶，找不到了呀！这多久以前？录第一集的时候。那是录第一集的时候，其他好像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走，下次再找。对啊，不见了哎，我的相本也不见了，为何？不知道被收去哪，每次都就消失。
还会在手机里面，可是不见了。这首歌的 MV 我没看过哎，到底真的不见，还是我找我看看黑白黑白有吗有吗有吗？没有，我看一下，我找，我要看有没有黑白照。好像找不到地点，地点文件不是事物，探董桥，看一下哦。全部摩天轮、摩天大楼、啦啦队，还有啦啦队呀！啊，吓到这个分类，那分类有一个呀，然后点进去，我存的表情包。等一下有办法，没事，那个读很快，那个就反正就英文就台好，读很快。新生儿派对是我的那个生日派对，它叫新生儿派对。穿这个沙发，鸭很可爱，那个鸭很可爱，这不是迪士尼的新鸭，不是。那个鸭就是不知道哪来的鸭，但是表情包很可爱。为什么是新生？我不知道，那就帮我分类新生儿。阿公的照片，啦，没有，好吧，等到有的话再给你们看，有可能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就差不多了，我们下礼拜见。下礼拜就是演唱会三周年演唱会，耶！感觉我的脸蛋跟新生一样粉嫩，哇！还是看在这里啊，我看一下有没有，好像没有。好吧，真的不见了，为什么？是被偷去哪？明天考试加油，我考完试我就解脱了，大家好开心啊。没有，真的没有，不见了。好吧，等我找到照片本再跟你们分享。还是在那边啊，去看一下。那不是，那个是，那好像也是书。好吧，真的不见了，可能问一下我妈。好的，哦，要换照片，要换照片。好的，换照片。好，我先念个排行榜。要放寒假了，没错。和辣妹妈妈一起的，对。来，我先念个排行。第十名是 Hello， 第九名是数字家，第八名是安。沙卡拉卡，第七名是许阿北，第六名是博成，第五名是 Derek 韦，第四名是姚莫里，第三名是黑杰克，第二名是沙拉咖喱，第一名是苏西芳。谢谢你们，耶、！我要换照片，换照片，记得我换照片。好，好的，下周才见面，没错，下礼拜见，下礼拜直播见，拜拜。要换照片，免得等一下姐姐就来了。好，大家拜拜！谢谢阳光送的红玫瑰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哦，手好烫，我换另一只手，拜拜。三、二、一，拜拜，拜拜。好胖啊，真的好胖。好，大家拜拜。